叫那个谁上来收拾行李吧。怎么了？对，他回来了。还有人啊，还有300人。我现在吃了那个东西，我嘴巴好臭啊！不是啊，是我的杯子，你看。杯子，它就是这种形状的，喝香槟啊什么的，用这个杯子比较好。喝柠檬茶吗？柠檬茶不喝。可乐？可乐不喝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没有洗头，不知道唱什么耶。那个歌都报完了，早就报了。你现在改歌的话，可能又要做审批，其实有时候没那么简单哈。好，我们找个时间唱吧。心虚的话，为什么把那个微博清空了呢？对吧？之前那么。之前那么，只要你控诉你告他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会胜诉的。请问您这边来的，那边信号不好。是吗？嗯，刚刚卡了。没有，这个是作曲家和作曲家之间的事情，我们就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力量，就是稍微发声。最后的话，法律程序是他们自己走的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什么抄袭啊、伪古风啊、伪二次元啊，这些人真的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看今年就是前段时间澳门的那个颁奖典礼音乐，腾讯的吧？然后最受欢迎的10首歌曲全都是那种口水歌。然后我看到那个我的朋友圈，就是很多音乐人嘛，然后大家都在发说，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的华语乐坛。然后说还有救吗？对 ，TMEA 就是这个颁奖典礼。而且里面起码有5首歌我都听过。嗯，但是问题是这些歌都是大家评选出来的呀，它是根据点击量，然后确实那些歌你听一下，就那10首金曲，华语金曲你们都听过。对啊，伪古风、伪二次元、抄袭，然后各种，反正都在里面。没有关系啦，华语音乐还是有希望的哈。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吃东西了，宝贝们。我今天是飞行日，今天我吃完东西我要赶紧走了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对我的音乐还比较有兴趣的话，就点我的名字，抖音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我的歌。如果搜不到，就点我的全名阿兰达瓦卓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他的某站也有很多我的视频、音乐会、演唱会。嗯，我的节目都有的。好吧，谢谢大家，不跟你们说了。
我要去吃饭了。